等不及了啊！今天给那个谁大宝和柯西两个人一起去拍个片儿，看看多少集。现在肚子都大了嘛。是你等不及了，是我等不及了。然后他俩吧，海龙打仗，所以分开，一个前面，一个后面。你非得挑战一下，去欠柯西吧。来，柯西，给柯西放到后边，柯西。大宝，你多好好做副驾驶，成年人才可以做副驾驶。踩着我了，大姐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没有啊，一定没，一定没。行，哎呀，别让我伺候了这么长时间。还有一个，等一会儿啊。自己也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骗我跑两个月的营养餐啊，给自己吃的都走不动道了，后悔，我看走道都拉不腿儿啊，好好养身体啊。多少人心心念念的，心里下个胆啊，我整这出，好了，还没有招，怎么办？那本来三个的啊，那个心里早早的就确定没有回来。这大宝是才确定了，因为他本来产量就低，加上他增肥的速度特别快啊，一直在放粗，就以为可能数量少是吧，肚子就不显。结果现在这个柯西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结果还是这么粗，没有办法，怎么办？等下一波吧，啊，好好调理调理身体。我觉得是之前身体欠佳，有这可能吗？那来的时候就便秘，然后也瘦。为了下一会儿更好的崽子做准备，柯西是几个？柯西好像七八个，数量都不少。行了，等大宝了啊，继续了。好，行了，走了，进屋回笼。